本期讲解一个工作室内部妄想山海抓蛋长期打击挂机项目，单窗口稳定一天5块钱啊，包含脚本和操作教程。项目的原理是妄想山海全自动脚本，脚本为工作室内部打击脚本，稳定不出错，游戏打击必备脚本，稳定了几年的老游戏了，变现模式多样，购买后包含永久脚本和详细的教程啊。脚本的功能是抓蛋、采集、钓鱼、喊话、丢弃，设备需求是电脑模拟器或者安卓手机。本套脚本的话需要单独购买卡密，卡密的话是几块钱一个啊。网站提供卡密的详细购买地址。这是整套，这是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安装包还有操作教程还有卡密的购买地址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啊，比如说像这个妄想山海啊，或者是妄想山海抓蛋，嗯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